看看新闻网。六月十日，陈毅、沈建宏和黄仁德亮相上海电视节台湾馆，为台湾制造的偶像剧卖力宣传。这一次，他们带来了《七个朋友》以及《303式帅哥军团》两部作品。除了养眼的帅哥抱团主演以外，大咖绿叶更是剧中的亮点。何炅、张钧甯、炎亚纶友情加盟，师兄何润东更是甘当绿叶。七个朋友以朋友为主题，诠释友情，通过七个年轻人的经历，讲述真正的朋友内涵，强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友情的可贵。主演陈毅、沈建宏在音乐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后，近年来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电视剧方面，参演了不少内地剧集。去年在内地也拍了一些戏剧的作品，像建宏，我有在深圳拍了一部叫做《花样跳水少女》，然后是关于跳水的一部戏，然后是时装剧，然后我们还有一起拍了一部古装剧，对，叫做《兰陵王妃》，对，我们两个都很饰演，然后陈毅在里面演的是高长恭，就是兰陵王那个角色，然后对，然后在里面演的是皇帝，对，是宇文宇演一个皇上这样子，然后应该今年可能下半年。会慢慢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关注。由同名畅销小说《303式帅哥军团》改编的偶像剧开拍在即，小说中三位气宇不凡的帅哥由陈毅、沈建宏以及中韩混血帅哥黄仁德出演。现场访问中，三人展现兄弟情谊，搞笑调侃。别看仁德好像都不太讲话，他其实都听得懂，只是他比较闷骚。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，因为我发现他只要看到镜子的地方，他都会这样。不用不用了，哥，顺便再来。对，然后他也非常有礼貌，然后也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难亲近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一个男生。是。